又失眠了，不能接受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睡太多哎，所以晚上睡不着。但结论就是，我现在2点半，我竟然睡不着，我在这里。既然睡不着，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。最近喜欢一首歌，然后我又想要 cover，就听你听一听，然后记一下笔记，看哪里可以学习，然后明天练好之后再拍。但咱就是说，发量虽然多，但也不能这么熬。我总感觉再这么熬下去，我就要变秃头了。再描绘，你就做。